说一哥，一哥也请回关就这样呢。哦，这个认点哦，都很会唱的哦。来，哦，弄口袂倒的哦。来，给阿还有什么歌？一哥很红的一首，很多男生，很多男生都会唱的。刘爱玲啊，来来，刘丽啊。啊，拍起即卖老人哦，较搞笑啦。别，叫我唱完你。系啊系啊，一哥你也唱一下啦。人客，你看我歹听啦，要主持啊，要唱歌啦，阮祖孙啊吼，也要教阿只阿姑琴啦，那对啦，介绍我较济啦。啊，不过今日呢，哦，其实我嘛真爱唱啊。我虽然讲哦，才一岁吼，啊唱较济年啊，啊不过咧，我甲各位报告一下，你看我写歌是啊写落来对吧？其实唔是我唱歌唱好，是是真的，真正好唱，真正啊，嘿啦。哎，还佫唱啊，无几年啊，无讲听啦。好啦，我来先唱一条吼，较快乐的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天上挂的。我只作的歌，这条歌算有哪袂歹。胭脂妹拄着关老爷。好，来给我们一个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敲着山，念甲遐尼晚。
嘛大排出来，好好哄一下。一哥报一下。好好哄一下，报一下。哦，今仔日下暗哦，好闹得滚滚。他拄啊呢，我有去细详细检查，好，我去派迄个委员啊呢去啊呢探查，好探查，好，哎，暗上济人诶，就是一哥家啦。哎呀，你甲看，多无啥人，即摆拢客满啦，你看。哎呦，一哥是唱尔呢，你也看袂啊。所以我咧唱说，大家使转尔，嘿，也无啥好看。卖安尼啦，恁好朋友呢，乔佑带落来啊，你啊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我嘛爱等乔佑去玩咧。我不够再合唱咧。对啊，你要跟乔佑合唱啊。因为吼，即马即疫情中间几啊个月拢无头，拢无咧唱，哦，足爱唱的，但厝爱佫无啥物意思。就是安尼，唔咩啊？真正听着我唱歌是福气啊！哦，真的哦，刚刚听到一哥唱《延期呗》吼，真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拄啊唱歌吼，我用两声功力。哎呦，真的啦！两声，你真是看阮无气哦。是，我咱做嘛两声尔。好，才客气，不是你的个性咧。无啦，因为我唱歌较别人无啥，我拢爱歪来歪去安尼啦。啊，有人讲，哎呦，你安尼，你若真臭屁安尼，讲我唱歌做臭屁的，讲我这个人做臭屁，其实不是。不是啊。不是，我不是臭屁，我是真正有较搞啦。有比较厉害一点啦。哎呦，一哥，你哪里是厉害一点？哎呦，是厉害很多钱呐。小他多爱吴俊宏一寸呀，你的三七又高，你袂记啊？哦，你查足济呢，查过来准呢。来，一哥哦，真的是今天哦，算我有一个荣幸访问到一哥的对啦。食到这个会，我都访问一哥，真正是哦最大的荣幸。我大知我诶主持啦、拍电影啦，是是是，啊，唱歌啊、做歌啊，我做真济歌。哦，啊我其实我已经出十年前过后以后，我都唔捌去做歌。安尼，因为安怎你知影？找无对手，第二真正无对手，第三恁老的真正无对手，安免啦。拍一下破啊嘞，真正。无啦，要听到这臭屁也是困难的。其实哦，你咧开玩笑，江郎才尽呐，咱这人吼有偌济拢忧患的。哎，敢像恁查甫有几趟拢过袂过些。靠台重要，重要就无。我讲你听，这衣服太了解了。是啊，因为我古来顺啊，太公这较怪怪。现在白查某就较笑的啦，啊，家己顺啊就无效，你加加无用的。真的，咱有欠伊无？哦，优秀。真的嘛？这安尼老欠伊，你甲我讲啦。这首歌真正对迄个三岁，对无？到99岁，哦，拢安尼听到茫茫茫。你甲我讲，你安尼有欠伊？无啊，这首歌是因为我是替咱，因为我都爱甲女神写歌。是不是？我这首歌是咱替咱天台女神写的。对，哎，真的。好，那待会我准备讲啥啦？哈。是是是，来什么歌？来，陈哥。一哥这样可以吗？无够大声，没关系。没有，是是，泡我上大声啦。是泡在管内啦。这首歌是安尼，真侪三个囡仔想过了，过了啊！恁甲注意看，听了这条歌，头一摆听脑壳，迄就是过了无好的。啊，若是听了会笑的，迄就是唔知死我，也唔知我过了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那会当就，那会当就卖过，咱讲真个啦，嘿啦。
真的啦，你像我嘛娶过两摆啦。像你这种的，哪会当卖嫁啦？嘿啦。我高高头好啊，卖嫁啦。不是我唔是搁再结婚，我是换人。哦、我做成介别人，你若讲人离婚的无意思，我是换人。头前咧要走啊，就没那么敢闹。哈哈哈。那排队拢排足侪，你敢来啊？你确定？六十八啊咧。即摆唔是拢存安尼功能尔咧。好啦，我来唱歌哦。我爱跑蛋来甲放啊。好来。来，听看麦哈！掌声鼓励后面的朋友，谢谢。
拜拜啦。给你们一个一个尖叫声。一个尖叫啦！哦哦哦哦！哦，爱尖叫声呐！无，那一个唔知那个唱偌久了嘛？唱唔捌，我讲过来哦，一点钟拢我唱的吼。你不演唱的咧？安奈好意思，无加钱咧。哎呦，安尼别个讲，安尼卖也卖唱。一个哇，我们现在现场的这个。嘉宾真的很多哦，你起码做留言哦，这个拍照，一哥我帮你拍照一下吧。拍什么？你转过来，然后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拍哈。然后呢，待会呢，我们现场朋友呢，我喊一下哈，大湾南孙江，那你们就一起画赞好不好？一起来哦哈。好，来来。后面的朋友，前面的朋友，来等我一下。差了哦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来，我看看。呀呀，今呀呀，死囡仔拢会等你死呢，你知？这个孙啊，你甲看卖，阿舅也无财产给你，你是？我知道，伊拢咧孝顺我的财产呐。啊，无你拢定伫遐。因为我足侪孙啊，我上疼一个啦。你看我爱冰冰秀，即摆大家哦，这个音乐个节目出笑的啦。今个春我爱冰冰秀做了上赞尔，大家嘛拢有咧看对不？吼，嘛拢知影讲哦，神级的评审就是伊哥呢。不是，我去录冰冰秀是安怎知？因为拜冰要出来讲话，讲袂煞呢。拜录音都三四点钟，啊我去干嘛？好啊呗，几点嘛唔得去讲啊无？哦，大家拢爱我去咧。不要不要，给差出些，因为吼。凤眼东金布林，加美冰冰冰出过来啊！哎，他在想咩啦？因为冰冰姐很重视那个品质啦，然后所以嘛做要求啊，那个吼。啊，这是要讲的，要唱啦，跟公公的。唱能唱小姐。安尼也不过唱啊！哎呦，好啦，到这来啊，嘿，啊，我来唱条较无较无同款，较无同款，大龙哦，大龙了准我第一歌，对啊，唱到最好对不？我知啦，我知你要讲啥啦，我知你要讲啥啦，你要讲你第一歌是唱到最烂的，你最会唱的就是英文歌，再来是国语、日语，安尼我拢听过。啊，拢你讲得啦，我都免讲啊，你因为是安怎？你讲这个钱要先打破底啦。啊，你看讲得太鬼古，变那么绝的呀。我来唱首时下比较流行的，这一首其实，其实我国语歌唱得上好。我刚才不是英语呢，你第一该讲英语呢，所以是国语哦。不啦，因为我刚才嘛是娱乐跑出去唱片了，什么梦寐以求啊，这种。哦，对对对，今夜我想喝醉，哦，好好听哦。哎呀，哦，我这边唱条是现在很流行一首歌，内地的歌曲。可能哦，大家拢。不听过啦。对对对，这首很红。来，我先提第一个字，可可。我唱无，这首歌就唱诶。可是一哥来唱。我不是要唱条。啊，无。你用可可脱还牧羊犬？我不是。我要可可脱裤的牧羊犬。讨厌，就派到底呢。哦，一哥来唱这首歌的话，太恭怖了。啊。袂啦袂啦，你唱这首歌，我今仔真济人真正爱着你。等你要甲翁离婚，要安怎？啊？你讲什么？我嘛是，会使我就无靠啊！你讲个什么话？对不？我都知哦，你听了就爽哎。好，来，一哥要带来这一首真的超红的歌曲哈。这首歌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欣赏一下一哥这个神级的歌声哦。来，给我们一哥一个最热情的掌声。谢谢。
你先，你先讲就要做出来。讲完我咧，要安尼，你讲安尼，我看到偶像，看偶像串嘛，做欢喜呢，你唔知嘛？你唔知偶像啦，讲话啊，一举一动，我们都。我看我个后摆出来倒迄个氧气筒啊，啊，看氧气筒出来上。哦，恁咧做，你拢讲电迄单点诶。对啊，真的呢吼。哦，他都一个唱的歌，徛伫遮安尼火咧。我用我今麦是年纪较济，我没下腰安尼呢。无啦，较早我迄牵迄杯音，我讲你放几球来，我也搁咧牵啦。较早真正有够厉害啦，真正唔是臭蛋，对啦。哦，体力就敢那好呢，等等就敢那好咧。老拢无好啦，讲迄个无甲错，足久拢家己困啦。是你无爱甲阿金困吧？啊，困十年还搁咧困，后日都困阿久个哦，无落去。
奇怪呢，这种人那我都写给后这种歌，我写什么？无啦，那你台顶是不过人家唱的。哦。其实我那节目效果。其实我那是一种人。是安尼，对不？阿金都爱你爱到要死安尼，歌拢歌袂走嘞，对不？哎，我太介意排队啦，我咧讲我差号的啦，无伊是啊排掉哟，你咧讲啥话？哦，我真正记在你袂掉嘞，当讲正经的。好啦，后边节目个报告介绍你啦。我安尼啦。来来来来，阿婆我做，听着你唱歌的忙。